题叫人生的意义。人生的意义怎么说呢？我们严格的说啊，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，因为你的人生不是你自个儿控制的，是你父母决定的，对吧？你生下来是你父母决定的，其实你父母也不想生下你这样一个人，是他无意识中，就算他有意识想把你生下来，但你这个人只是一个偶然，在众多的啊那个小虫子当中啊，那个小虫子都是你爹的，然后撞见了你母亲排出来的，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圆球啊，撞上去啊，就有了你。所以严格意义上讲，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你爹妈给你的。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偶然，是一个偶然不能再偶然的事。不管你对自己是否满意啊，你对你的自己的长相、身高、胖瘦等等，肤色、头发等等，你的先决条件都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，也不是你父母能够决定的，而是你父母的基因决定的。所以我们就有了中国人啊，就有了黑头发、黑眼睛、黄皮肤啊，这是一个民族决定的。那我们今天探讨如此之大的一个话题，人生的意义呢，真的是比较沉重。所以我们就先从人生的乐趣谈起。我们人生的意义没法上来跟你说，跟你说就全是各种鸡汤，所以我们只能说人生的乐趣。人生的最初的乐趣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很简单的乐趣啊，它就是你生理上的乐趣。你生理上是什么乐趣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一个吃，一个拉，一个进一个出啊，这是根据马斯洛理论啊，吃和排泄都是有快感的。所以你生下来，你对外界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你依然会吸奶，吸你母亲的奶啊，你会吮吸，这是一个快乐。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啊，小孩都喜欢吃那种奶嘴，叫安慰奶嘴。养孩子的人都知道，孩子在一岁到两岁之间啊，就是不到一岁啊，就几个月到两岁之间啊，如果你给他安慰奶嘴，安慰奶嘴有的孩子要一直要吃到四五岁啊，不建议吃那么长时间，吃那么长时间嘴唇就跟小喇叭似的翻着啊。你把那个奶嘴往他嘴里搁，他满脸的幸福。我孙子就那样。那么你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多一层乐趣，这个乐趣就是你精神上的乐趣。很小的小孩就有精神上的乐趣，这种精神上的乐趣首先来自于你感情的沟通。比如你小孩最愿意对着乐的人一定是你的父母，婴儿一看见父母就乐了，这就是情感上的一个沟通，这就是他精神上的一个乐趣。那么在之后，人就开始不停地成长，会经历很多很多事情，同时你会有痛苦。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我们来自的啊，人生中第一个痛苦一定来自于疾病。婴幼儿都有发烧，一发烧这孩子就不好了，吐奶啊，哭闹。他为什么哭闹啊？他不舒服嘛，他说不出来，他也不舒服。所以疾病首先给你带来的痛苦就是肉体上的，疾病给你肉体上带来的痛苦会伴随你一生，每个人都一样，你随时随刻都可能被疾病击倒啊！人一生当中你是躲过了无数个可能啊，至于你死地的疾病，你如果有能力战胜它，你就是重新是条汉子，如果你没有能力战胜它啊，那你就到天国去享受去了。那么我们肉体上的这种痛苦呢，慢慢你会发现肉体上的痛苦没那么痛苦，你更多的痛苦是精神上的痛苦。你得了疾病以后啊，很多疾病你病身体上的感受没那么强烈，你是精神上的感受强烈。你比如我现在啊，每年体检，我体检的时候最怕的事是什么呢？
是那个医生面色凝重地问我，说你们家家属跟着没有？只要他问我这句话，我就开始出汗啊，因为我觉得好消息他会直接告诉我，恶劣的消息他一定不直接告诉我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，他跟西方人不一样。我原来认识一朋友啊，这个在英国得了癌症，医生上来第一句话就跟他说，你最多还有3个月的时间，你要想办法处理后事。中国医生一定不对病人怎么说，中国医生跟病人怎么说，中国病这个医生一定跟病人说啊，就知道你还有3月的时间，应该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回去啊，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，想喝点什么就喝点什么，他一定这么说，拐弯抹角。所以我就知道，我就不能听这个医生跟我说这些话呀。我呢，每次体检的时候，幸亏这医生没有跟我说过这个话。每次在你体检报告中啊，你看这个医生还是很神态自若的，跟你说你有什么问题，你的血脂是否高，你的血压是否合适，等等等等，这都是小毛病。你跟医生之间啊，很大程度，你的精神是紧张的。你去看病，精神很紧张，所以你的痛苦啊，可能就来自于医生告知你的信息。比如我知道一事儿，我一朋友啊，也有点名啊，当年呢，他被那个海外的报纸报道说他得了这个癌症，我当时就一下我就有点慌啊，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，我一打电话他就乐。那我就知道他肯定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他为什么没有事儿呢？是因为他发现他的这个肝脏上有阴影，他去医院检查，检查的时候做了穿刺检查以后呢，医生说没什么事儿，是炎症。但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是一个台湾的记者。你知道炎这个字儿啊，我们今天我们自己说是癌症，但是在台湾他也念炎症啊，这个你比如有个画家叫钱松岩，他那个炎就是癌症的癌去掉病字边啊，这个字念炎症。那我们过去啊，50年代以前，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，这个癌症就念炎症啊，因为这肝炎有两种，一种就是发炎了，一种就是癌症，所以分不清楚。那么后来就把这个癌症的癌这个字就单独的，我们现在标准化的发音就叫癌症，但是过去的老的称谓叫炎症。那么你说他这事儿没事就是点炎症呢？那台湾的这个记者听完了以后就听成了癌症啊，所以就消息发出去了，发出去后来就道歉嘛，不停的道歉。那么好在这是一个误会啊，他本人并没有什么痛苦，还跟我乐不滋的跟我说这事儿。但我另外一个朋友啊，那个另外朋友呢，他就没这么幸运。他去体检的时候呢，医生跟他说呢，就说必须得跟他说，说你这个有问题啊，你这个基本上就是癌症，可以确认。他不相信这个医院啊，这医院三甲医院最好的医院，他又换了一个医院，那个医院得的结论跟他一模一样。他最后到了肿瘤医院。肿瘤医院专门看癌症的，肿瘤医院也告诉他确实是癌症，就没有什么可能是别的，也不做他想，你就尽快的准备手术。那么他就这时候他精神是非常痛苦的，你知道他自我承担，他没法跟他的这个家里人说啊，这个他就自我从内心默默承担这个事儿。他到单位把自己的工作全部都交代了啊，因为你去做手术，你是有可能就越来越恶化，你就没有机会再回正常的回到这个社会。那么他当时他身体上并不承受痛苦，他承受的痛苦很重要的就是精神上的痛苦，跟所有人都没说啊，包括跟我也没有说。结果到医院呢，一动手术，结果不是啊，虚惊一场。然后他就找了一个机会跟我去说。他就告诉我，其实最痛苦的那段时间就是精神上的痛苦，他说肉体上没有太多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就想哈，你一生中啊，你的乐趣啊，你的肉体的乐趣，精神的乐趣，肉体的痛苦，精神的痛苦，依次都会向你
走来，这就是你的人生。那么到这种情况下，你会说，那我为谁活着呀？那我告诉你啊，你首先是为自己活着，你不用跟我唱高调，你就是为自个儿活着。如果你说你怕死，那一定是你为自个儿活着。其次呢，你是为你的亲人活着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亲人，亲人之间有一种维系感情的因素叫做亲情。亲情是任何这个情感不能替代的，它是一种很缓慢的情绪，它不够激烈，它没有爱情那么激烈啊。但是它会长久的存在，所以你活着不仅仅为你自己，还要为你的亲人。再次，你为谁活着呢？要为你的朋友。人一生中啊，人是社会动物，他需要结识很多人。你比如我啊，我这个手机里啊，这现在这手机的无限的储存啊，里头没一万个人也得有8000个人啊，你认识人很多。那么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，你有时候说我不一定是我为我的朋友活着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的朋友失去你了，啊，或者你失去了你的朋友，你都会感到痛苦。那么你的朋友，包括你的熟人，我不是过去讲过吗？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无非是三层关系，就是亲人之间、熟人之间和生人之间。那你最后说啊，这些都是好像很功利的，你为你自己、为你的亲人、为你的朋友和熟人活着都是很功利的，因为有利益交换嘛。那么最后呢，还有一点，你要为这个社会活着。我们社会是靠每一个人的生命构成的，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没有生命，这社会就不存在。所以我们不唱高调，每个人都应该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。那我们说到这会儿的时候，可以说一开始的这个话题，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。你对你的家人，你对你的朋友啊，都很重要。如果你觉得我对他们都不重要啊，那我觉得你就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。你觉得我这个生活不重要啊，什么都很低沉啊，谁也不愿意理，那我觉得你要去看心理医生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。中国人不太爱看心理这个医生啊，中国人老觉得心理有问题呢，这个讳疾忌医啊，都不愿意跟别人说。因为中国人过去，中国人骂人之间有一句话，就说你精神病、你神经病啊，都是说你心理问题。西方人看心理医生是个很正常的。心理医生有两种，一种就是完全彻底的医生啊，你到医院去找他去啊。你把你的心理的状况跟他说，然后他给你进行心理辅导和疏导，你会舒服很多。另外一个场所呢，就是你要去到宗教场所，比如过去啊，西方社会很多人呢，他会定期的去教堂啊，听这个牧师跟他这个做心理辅导。我们生活中啊，没有一个人的心理是强大到没有人可以攻入的。每个人的心理都有自己软弱的一面，都有自己的短板，所以需要聊天。比如朋友有可能都是你的心理医生啊。我们现在流行的词儿，比如闺蜜，闺蜜之间什么无话不说。但是我过去说过啊，亲人要生，生人要熟，熟人要亲，对吧？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。它不是一个你传统认为亲人要亲、熟人要熟、生人要生，不是，它是一个轮回旋转的关系。你亲人之间要保持一个身份，熟人之间要表达一个情感，生人之间要有一种理智的沟通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复杂的关系。如果你能很熟练地掌握这层关系，你在社会上活的就会质量很高。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啊，我们去看心理医生是个很丢人的事。你跟你朋友啊，跟你的闺蜜之间无话不说的时候，实际上对你心灵的创伤是有一种治愈的。无论男女，尤其这个男人啊，男人他的文化塑造的形象和社会的角色呢，都是让他坚强啊，让他一个人扛事儿。
女人是可以宣泄的，所以女人的闺蜜能把自己的私人的情感不停地去跟别人说，以期获得心理的疏导。男人呢，很多时候就想不明白，就自个儿扛着，扛来扛去就扛出病来了。我过去说过啊，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啊，不论是你从小啊，从很小的时候你的话都说不利索的时候你就开始学习，一直到你成年啊，到你的中年，到你的老年都需要学习。我现在每年要接受很多大量的新生事物，很多时候去要学习，但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不是每件事你都要学的，要学会放弃。比如我曾经想学开车，后来我就把这事放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脑子里老想事儿，如果我开车的时候想事儿，万一出了事情，我对不起别人也对不起自己，所以我就要放弃这件事儿。就人生还是有放弃的东西。我过去啊，在这个节目里也讲过，人生有三个阶段，我们不妨简单的重复一下。第一个阶段叫趋利，当你完成了啊你的学业，走向社会的时候，那时候你爹妈也不能管你了，学校也不能管你，你走向社会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挣到钱，要证明自己的能力。当然这个前置是不能违反法律和道德，道德是最高标准，你不违反道德是最高标准，不这个触犯法律是最低标准。我们如果违反了道德，你是自我谴责，如果你违反了法律是社会制裁啊。你比如说我们理论上讲是不能说瞎话的，但是不幸的是每个人都说过瞎话，我也说过瞎话。那么说瞎话的时候它是有利弊关系的，有的是无意义瞎话，有的是这种善意的谎言。但是一旦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行为违反了道德的时候，你内心会受到自我谴责。所以古人就要求每一个人慎独，你谨慎你一个人独处时候内心怎么想。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，你不用对所有人说，你对你自己的内心说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要清楚啊，我们今天全社会，这个社会不仅仅是中国，包括全球全世界，全社会设计的这套完整的系统是为全世界设计的，不是为你个人设计的。所以你如果自己感到啊，你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状态，我告诉你它可能是公平的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事对你特别公平，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有可能对别人不公平，这就是社会。不要老谋求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的，公平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实际上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公平啊，因为我们人和人个体之间本身是有差异的。首先男女之间就有差异，先说性别差异，然后体能差异啊，有各种差异，先天的差异，后天的差异。所以你谋求一种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希望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建设呢，希望这个社会趋向于公平。那么所以我们设置了道德，设置了法律，设置了道德是你一生中追求的最高目标，设置了法律是你这个社会中的最低底线。法律是保护弱者的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的人生中啊，除了第一条我们说的趋利啊，到你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，啊，当你有了一点社会地位，我们现在说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俗的社会地位，就是你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，生活比较安定，你也结婚了，有孩子了，是吧？你觉得你趋到对应的利，我讲过，对应的利不是让你成为世界首富。中国首富，中国二富三富五六七八富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你觉得我今天的工作，我领这份工资我已经心安理得了，这就叫对应的利。那你开始趋名，你的趋名一定不是这个我要成为网红，我要成为一个名人啊，不是这个趋名，而是你要注重自己的声誉。我们
看到自己的这个声誉呢，是包括你在单位、在家里、在你周圈的朋友中，别人怎么看你，你很在乎这个事儿，这个很正常。当你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，你非常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。如果你在一个单位里，你就想啊，谁爱怎么看我怎么看我，我就这样。那我可以告诉你，那是你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。你在乎别人对你的感受，你同样也在乎你对别人的感受。所以这个第二个阶段啊，人在名誉上考虑就会更多一些。我们人生会走过很多漫长的路啊，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。你一生中顺利的时候一定少于你麻烦的时候。我到今天依然是这样，我生活中经常会碰到各种麻烦，自己也生气，也愤怒，也无奈。但是我们就是要面对这样一个社会，这就是社会对你的公平。社会对你，你认为有侵犯的时候，有时候并不是一个不公平，是一个公平的现象，它要抑制你一枝独大。比如我们经常在这个社会中呢行走啊，不管你到商店买个东西，还是你出门在哪儿存个车，你可能会因为一个小事儿，这个跟别人发生冲突，对吧？我们看到过啊，这个社会各种新闻中都是，很多人就因为极小的一个事儿，最后惹出了人命官司。那么在这种时候，你一定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。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的层面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自觉的你的生活层面比较高，那么你对于弱势群体一定要处于一种比较宽宏的状态。比如你在存车的时候为2块钱、为5块钱，乃至为10块、8块钱，你跟人家冲突啊，你说你就我就没那么长时间啊，我这个就不该多付你这点钱，你为这个事儿跟人冲突十分不值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所看待的时间跟他所看待的时间，你所付出的劳动和他付出的劳动是不对等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注重自己的名声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很多人都说我生活不幸福啊，我经常碰到这种事，不够幸福。为什么不幸福啊？叫财富不能自由。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儿啊，说的最多就是一定要让你财务自由。什么叫财务自由啊？就是花钱不用想，这叫财务自由吗？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花钱不用想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财务自由了，你精神也不能自由。那么我们在这个生活中的各种交换中啊，最容易交换的一个东西，或者说不怎么花钱的一个东西，叫情感交换。两个人如胶似漆的好起来了，突然有一天两个人分开了，其中一个人就很着急，不管男女，他会质问对方，他说，你为什么不爱我了？你为什么不爱我了？我现在还爱着你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跟另外一个状态比起来，就跟你的对方这个状态比起来，我告诉你，他比你痛苦。你翻过来想，他不爱你了啊，你的感受是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了？如果他非常爱你，你不爱他了，你想想这种感受，你会更难过，对吧？你根本不爱这个人，这个人拼命的还在爱着你，然后你又摆脱不了，你是不是心里更难过？所以当你啊在财务自由啊爱情失落的前提下，突然发现你得了一场大病，你才发现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存在，你是否能够病愈？你忽然发现这是最重要的，我少一点钱也不重要了，我财务自由不自由也不重要了，我的爱情能不能坚持，能不能有也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我自个儿能够健康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上。每个人啊，遇到了各种问题的时候，应该做退一步想。人生最重要的首先是身体健康，其次是精神健康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喝点鸡汤。我们的鸡汤有很多种啊，我现在天天看各种鸡汤啊。鸡汤我们简单的划分至少有3种，一种就叫鸡汤啊，
全称叫心灵鸡汤啊，你千万不要理解是那个孕妇喝的鸡汤。第二种啊，是鸡精汤啊，我们调制出来的鸡精汤。第三种呢，你们显然也都知道了，叫毒鸡汤。比如我看到有这样的话啊，这种鸡汤话啊，他说世界上没有不弯的路，人间没有不谢的花。人的这一生能力是非常有限的，但你努力是无限的。努力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他说努力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，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。我说过很多话啊，比如我们先说啊，善良的人。我们小时候做人有一个最低标准，这个最低标准就三条。第一条，说实话。说实话是对着你内心的这个感受啊，一个人常年的说实话是身心愉悦的。我见过这样的人，就是常年的说瞎话，说瞎话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状态。他不说瞎话他就难过，他经常说一些无意义的瞎话，比如他中午吃的面条，你问他中午吃的什么，他非说中午吃的米饭啊，他是这样一个人啊。说实话，这是我们人生的最低目标。第二个目标啊，叫讲良心。我们今天很少提良心这个词儿啊，过去我小时候老听到大人提，就说这人有良心没良心。讲良心，做事儿不要管对得起谁啊，对得起对不起自己的内心，这就叫讲良心。第三条呢，叫做好人。做好人这个标准是不是太低了啊？什么样叫做一个好人？我们每个人内心中对好人的标准都是不一的，但是他一定不是坏人。所以说实话、讲良心、做好人这三条，在过去是为人的最低标准。我们今天几乎把它提到了为人的最高标准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三条啊，说实话、讲良心、做好人，你今天就在社会上是一个人格完善的人，积极向上嘛。所以我们在这碗鸡汤啊，这碗心灵鸡汤的中呢，要说人生要记住的三句话啊，刚才我说的那是标准，这三句话是什么呢？看人长处，帮人难处，记人好处。我们很容易啊，每个人都看到自己，都觉得自个儿成，别人不成，这是我们社会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，你知道自己的长处不重要，你知道自己的短处很重要。所以要看别人的长处，对吧？那帮人难处是什么呢？急人所急啊，这个帮人所需，这是过去经常说的一句话。我们在过去啊，经常无偿的去帮助人家啊，别人有难处的时候一定就出手了。今天虽然我们的社会非常功利化啊，我们有时候是要用金钱去换算这件事，即便是拿金钱换算帮助人的事，我们也应该去多做。比如有人碰到困难了，你说我借你点钱，这是有交换的啊。说我这借你的钱，你能不能给我点利息？没关系，这依然是你帮助。